楼，一楼，一楼的叫了。一楼。一个人啊。反正可以拍啊，不能发啊，这人家说的啊。发随便发，反正他。今天这个事呢，企业也好，政府也好，很重视。我们已经成立了这个专吧，有一个会议室。接下来我们的诉求窗口是畅通的。第一个，诉求窗口畅通，有什么事情，公司也好，政府也好，都在现场受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所有东西，我们的诉求都是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我们来处理。第三，我们也公司谈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员工的什么诉求可以跟公司来谈。三方面，第一个，诉求窗口是畅通的；第二个，依法依规；第三个，跟公司来协商解决你们的争议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公司来讲一下。哎，证件呢？针对大家不同的一个诉求的方向，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应对措施。那我想从这里没办法去，没办法谈。我们准备在4081楼准备这个两个会议室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那我们现在就过去，然后我们整治呢有4个处理小组啊，会跟大家一对一的根据你们的诉求来进行解决，好吧？大家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，有错了吧？有，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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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来带你们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我们没有回避，我们很积极面对，好不好？是是，不是我们来这里第二次来这里原因是，谈到C313楼再谈，好吧？这句话，空间有限，安全第一。该怎么解决？可以互动，然后接受不接受，我们来谈吧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，有序的走，有序的走，有序。热死了，闽南人，这样热死我们两个十来了十多年，快十年十多年。